电源开开，哦，毛刷的速度，哦，现在这个是空胶囊做测试，啊，哦，它经过毛刷，刷它旁边的粉末掉，哦。重量够的就下来，不够它就往上吹，它有一个调压阀，像这个大约100克，100毫克，它如果太轻的会吹上来这边，